三分之派加二分号三。OK， 好，那会算这个 power coordinate 的这个 area 之后呢，我还没知道，就是用 power coordinate 去算它 area 之后呢，我还没有算这个嘛。那可能不知道下次会不会讲啊？那如果有的话，下次可能。